Welcome to my company, Taiwan Power. 我是清水牌，我要让大家了解一下。店长，现在是收工吗？没有，还没。没关系，好好的。现在中间就是活动，在关在中间活动。我现在是收工。开始了，我们目前呢、啊、用这个脚踩下去啊，建议啊距离不要那么近，会怕有危险，要有一点距离呀、啊。啊，这个脚踩下去它才会动啊，那个线要粗一点。刚刚的线呢、啊，那个不是粗一点呢、啊，要大一点，那个太小了。太小了。哎，你的那个线。要大一号一点，不可以太刚好。白本线你上面有写黑啊，啊手要有一个距离比较安全。啊，手不能戴手套哦。我知道。啊，大号一点，不要太小。五哦。啊，这个啊。哦、刚刚我还没讲到、哦嗯、这个啊，这里关，这里就是危险、哦、它会一直运转、哦啊、我们不要用到这里，我们用到这里、哦、我们脚踩下去它才动、哦啊、然后啊，这个紧急的万一、哦、小孩子跑过来然后他去踩、哦、这里赶快关掉、哦、你那个小孩子有风险啊。哦啊，这个双刀哦的话，就是拖出来，它要很干净。哦啊，这里呀、啊，你可以用那个桶子，哦，这个后面装桶子。啊，我们现在晚上的这个七点，哦，快七点，这样服务好不好啊？嗯，好。哦，谢谢啊，晚上七点，因为你有这个需求啊。可以。啊，你有很多层的那个皮啊，它就是要比较多次，它没有可能这个一次脱好几层啊，它一次脱一层，不然的话你要直接脱到很多的话，它会损耗它那个桶啊。啊，我们这个都有说明它这个线径哦，比例参考啊，啊那个是参考，不是绝对，你喜欢的口味最重要呢。哦、我们现在店友来，所以他就会跟你讲我们店友来，所以就可以使用。像是你这个电线的部分呢、啊、哦，这个电线哦，这个一定要插好啊，这个包好啊，这个是暂时的，长久之计这个还是要弄好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我刚刚有切过去那个部分，还有按钮的部分，嘿，你很聪明啊。啊，还是一样，建议不要太近，才不会有这个反应的时间问题。啊，建议这个线不要放太小孔，要大孔一点。你就要用到后来，你就可以去感受到了。
啊，记住啊，千万不能戴手套哦。嗯。啊，你有什么使用上的问题要问我？暂时没有。哦，没有。哦，主要的重点还是要再强调，不要切到自动危险啊。哦，我们这个脚踏开关踩下去，它才动才安全呢、啊。嗯，比较方便，也比较省电。哎呀哎呀哎呀，省电！不然那个一直尬。哎呀，要吵死了。那这样子大致上没有问题了，那就报告完毕喽。报告完毕。哦，好，拜拜。